维谦，你还记得上半场节奏乐队带来了什么精彩的表演吗？我想想啊，我想到了，刚刚节奏乐队带我们到英法的歌剧魅影异想世界。不过他们现在要演奏意大利曲风 First Impossible 歌，疯狂的手风琴。这首原本是给手风琴演奏的，刘老师将它改编给乐队的同学演奏，曲风带有幽默轻快，前面用滑奏出现，让木琴、铁琴、手风琴及口风琴相互对话，奏出更好的共鸣。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节奏乐队的演出。Thank you.